相拥。当蓝色海洋泛起涟漪，我们看见明星的光芒不仅局限于舞台，更在于点一片初心，将社会责任感贯彻到底，守护家国恒安。白象倡导尊重和关爱残疾人群体，并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。在白象，每天都能看到自强员工的身影，各自在岗位上兢兢业业，恪尽职守。他们在这里快乐生活，踏实工作。白象真诚希望社会各界更多关爱残疾人群体。微博星光公益人物杨丽、蔡磊，微博榜样公益合作伙伴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、中国绿化基金会、蒙牛集团、欧莱雅集团。帅气的他们好吗？
在这样一个晚上能够回顾这一年我们经历了什么，我们被什么感动，我们获得了什么样的力量。所以也再次感谢每一位微博的朋友们，感谢每一位为微博添砖加瓦的朋友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嗯，天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颁发荣誉，我们要揭晓的是一系列的微博年度音乐人的荣誉，请看大屏幕。心而不辍，温暖可期，期待他们带来更多多元化的音乐作品。谢谢雷佳音的推荐，我们请小斐也再来推荐一下电影。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我们热辣滚烫最大的看点是玲姐瘦了100斤，但其实并不是的，我们这部电影是的。感谢二位，让我们共同合影留念，分别期待知识更有声音，声音更有力量和价值，期待更多的创作者加入，为我们带来更多美好的声音。谢谢各位。欢迎年度微博点赞人，华策影视总裁赵一峰，湖南卫视党委委员。再一次用你们的欢呼声感受一下他的寿。为地心之微光照亮文明海洋，他们来自各行各业，覆盖众多公众领域，为微博网友带来全面、客观、理性的事件分析和解读。他们有真相和认知凝聚人。哦，王鹤棣走了，他昨天照了4:55。请将手机调至静音，尽快入座。直播过程中，请勿随意走动，避免惹来他人视线。感谢您的配合。2023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，中华体育阅读量突破120亿，热搜上榜631个，热搜引爆8次，热度空前。李毅在赛场上展现出的统治力及鲜明的个人特点，成为网友热议焦点。李毅相关热搜18次，戛纳的稳定表现让众多粉丝寄予厚望。6次登上热搜高位 ，Chris 状态重回巅峰，再次展现冠军辅助实力。热搜上榜6次，康康。此刻你变成我的全世界。
苏高伟 Chris 状态重回巅峰，再次展现冠军辅助实力，热搜上榜六次。康康在2023年新晋黑马赛事无畏契约赛事中，从2003到2023，从初见星河到筑梦天宫，中国载人航天20年征程，历行千里，每一步都是航天人的心。台党组书记、台长于俊生为他们送上鲜花并加油点赞。有请各位。中心主任钱卫，国家消防救援局一级指挥。繁花似锦之境。哇，说得好，说出了。再次荣幸站在这里，为我们中国游泳队领取这个奖项。先我们请于飞。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项，也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。23年对我来说就是邓亚萍，为他们送上鲜花并加油点赞，有请。很多热情的粉丝，这边很多明星朋友也在高声地为自己的电影作品呼喊着加着油。我们的气氛组，你们在哪里？气氛组，嘿。我们探索宇宙的脚步就从未停歇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有请的是朗朗、周深为大家带来歌曲《繁星璀璨的天空》，致敬所有的中国航空航天人，致敬永不停息的追梦之旅。掌声有请他们。这么一个角色的人，我从事音乐剧行业十多年了，刚开始的时候梦想能有一朝一日能演。